2023海峡两岸伫星光文化节，厦门延平群龙寺甲新北金山新天宫上顶仪式，现在开始。圣王郑成功联合会理事长郭圣全先生就位，永嘉主祭官厦门市李成功研究会会长李希冠先生，主祭官全台祭司开台圣王李成功联合会理事长郭圣全先生就位。献绝，献酒。